每个人都是在来访，都是有使命来的吧。当你了知到自己的本源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我们就有使命感了。使命真的是油然而生，就是说，你醒来了，你知道你的本源是什么，看着众生在那样的，那种使命自然就有了。每尊如来都有，你们都是如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每个人都有使命，普通人每个人都有。只是众生执着自我，自我的我放不下，这个自我太难放了，生生世世往下放。其实有时候真的怎么会那么难呢？真的，你也有纳闷的时候。不是怎么会难呢？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不想放？我怀疑，就是不想放，不是不放，不是放不下，真的是不想。是，因为我。放下了自我，基本上就没了，啥也没了。是啊，不开悟的话，也就是一个疯子，对吧？肯定是一个精神有问题。如果不是开悟的话，这完全是你头脑的产物。你为什么选择这么极端的方法呢？你放下自我，不能先利益众生，为大家做点好事啊？你是脱光衣服满街跑来表示你放下自我的表达方式很多，我告诉你。马上跑去医院温水要我的胃，我割一半给你。你不能不极端一点。我们可以没有极端的去先放下自我，不是先让你割胃挖眼，然后脱光衣服满街跑。你先每天扫两个地，每天把地打扫干净，这就是先这样子，没有威胁吧？没有威胁吧？啊！我说的就是完。没人把你当神经病吧？很难很难的事，你放下来就是你。你没做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先从小事做起，你从很微小的放弃自我来做起，多考虑考虑别人的角色。你很小处，你不要想的，你马上脑子里想的很大。如果我放了我这个大我，我是什么也没。你先不要怕失去，你先去一点点做小的，你试一试。练利他之心。知道了。利他。利他。然后是我在利他，你这个我还在呢，是吧？我在利他。啊、可以不农民的，可以。但是这样子做的话，也很难做到。是你讲的这个，为什么也会有我了？一定要有的嘛，没有就很难。你现在很开心了吗？你觉得你没有烦恼了吗？你觉得你很宁静？你觉得这个世界在你眼中所有的众生都是佛了吗？你看到了穿透的，看到他们不着相了吗？看到他们的佛性了吗？如果你看到了，你不是的话，你我知道，如果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症状已经像成佛了，因为你就无我了。但是如果没有，那么继续修，还从小的做起，还再试，你不是试过一次了吗？再试，试过两次再试。这次放下我是什么样子的？没有停过。除了满街脱衣服跑，各位这一例行极端手法。就是你有完全的自我的。你缺的是慈悲。我缺的是慈悲。嗯，是慢慢体会吧。缺慈悲是100%都没有，还是有？就是已经很满了，就是还有1/2满。你的念念利他可能是为了成佛。或者是你不是本来的想法，你因为要成佛，所以做了许多的好事，或者是我准备做许多好事，我准备念念利他。如果不是本能的生出来，不是本能，我是举个例子，当然你也可能是本能的啊。如果不是你坐在那儿，你就是慈悲的状态的话，还不是菩萨，你连菩萨都不是，怎么可能成佛？菩萨是坐在那儿就是那样的，他那一刻脑子里没有成佛不成佛的概念，他实现出来那种状态。而不是脑子里念念想着他，想着他就有你，知道吧？他连你我都没有，但是他一起念就是站在了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他就看到了他的角色，看到了他的烦恼和痛苦。他一起，他只要脑子一起，他就没有关注到自己。就说你先要培养你这种菩萨的状态，你可以忘掉自我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到一些。但是你始终最缺的是慈悲心，你可以不分别，你什么都可以放下，但是慈悲心对你是最缺的。这个慈悲心是什么我不说，你慢慢自己去体会。每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在做善事也罢，在做不善事也罢，你在忍辱也罢，你在持戒也罢，等等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不管你想不想成佛，还是想把你的功德回归到佛道上，这都没有错。你不要去探讨它是对错的，不要去探，但是那一刻你内心深处有没有感觉？
你是什么样的，是内心的觉守的状态，你处在什么样的状态，你是没有感觉的，空无的，虚无的，黑暗的，或者是根本就冷飕飕的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感觉，你的这一块是什么东西，那种觉受，那种觉受应该去，如果是做妈妈的会更好一点，可能你这点，因为一个母亲，当她在爱孩子的时候，那种慈爱在里边，但那还是很自我的，这个自私的、自我的那种慈爱。但是你们男的可能体验不到这种，但是你有母亲，你可以看你妈妈，她对你的那心态那一点点，她那种心态。而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角色？你有没有过一点无私的那些东西？就说那一点非常重要，对你。去慢慢体验你心里边能不能生出那么个芽芽来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对你。